兄弟们，8点钟又到上班的地点了。原来到这种看着很高端的地点，我都感觉到浑身难受。但是现在见的多了，习惯了，也就那样吧。反转了，兄弟们，是俺太敏感了。这里有人并不是要嘲笑俺，而是对俺微笑、点头、致意。但是俺身为一个社恐、孤僻、难癌患者，俺是不愿意搭理他们的。兄弟们，他这里还提供零食，顺利。11:11出来吃饭，这段时间天天下雨，烦死了。兄弟们，这是钱，这是5块钱，感觉自己今儿贵，开造。兄弟们，这吃饭似乎是交通费用10几块，再加上房租啥乱七八糟，我咋算一天都得100块钱才能给上海生存下来。手机刷没有流量啊，兄弟们。花10块钱买了7个G的流量，这流量是真劲儿贵。困死我了，兄弟们。7:36下班了，兄弟们，说的是8点下班，但是只要夜班来了，俺都可以走啊。正这儿刮着风，下着雨，冻寒了，赶紧赶往地铁站。兄弟们在那儿下班，我戴口罩，跑全家买了，想买一个的，他们有一个单卖，就这一盒，10几块钱，感觉亏大。兄弟们，我真服了这16号线。我走那边，这边有吃；我走这边，那边有吃。每回都是真，怎么某一回走对的？兄弟们，9点钟回来，吃我兰州牛肉面吧，也没别啥吃了。听说清真食品都非常的干净啊，就是不知道这人是不是穆斯林，够不够虔诚。兄弟们，16块钱的这是啥啊？鱼香肉丝面，一听口音都知道了，信仰绝对虔诚，开选开选。兄弟们，全是碳水没吃饱。哎呀，羊肉串多少钱一串？要5块的，要10块的。啊、嗯，这种是几块的？一个10块的。10块的。10块的。4块。10块。10块钱一串。对。好，对，来了。给我来一串10块的，一串那个5块的吧。熟食绷不住了，兄弟们，整几块肉15块钱，开选啊，兄弟们。我发现新疆人干内地开这馆子卖的都特别贵，熟食吃不起。老实的，早餐睡都错了。兄弟们，这是晚上10点钟了，坚持锻炼腹肌。
平面自成井然出来，就个半小时。今天我的目标是做他一百秒。够一百米了吗？我虽然我的体态已经塌了。